玩了这么久单排，才发现小菜就是我自己。为啥跳伞能比人慢那么多？还好我的卡是捡到了，没掉大分。就这个吉逆胎美。别多了。我 DNA 动了，但是到底是啥意思呀？原本从这件事情经历以后，我就再也不相信全部卖了。他说的话还让我挺愧疚的。怎么忍心对你的粉丝脱下长手啊，静美丽？给我都说哭了，但我把包打开，怎么又是这个玩意儿啊？你就别欺骗我感情了。得亏没让你下得了车，不然这大喷子又呼我脸上。你不打你，不打你，不打你。绝对不打你，好吧？所以在身后这两个男一边追着我，一边还不打我的时候，我是不相信的。但是我这个位置完了，被修脚师傅给盯上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间，哇操！你是真的帅呀！我这一时间都不知道是感谢汪汪队立大功，还是乐迪来助威了。美丽给我们上什么粉丝上机了，真无所谓了。他对我这么好，肯定要上素材的呀。而且原来打木乃伊的脚知道居然会抽搐。伊米利尔会篮球，我给你们辟个谣，确实不会篮球，因为我只练习两年5个月零31天。如果单论功力的话，跟我家哥哥也差太多了吧。我又怎么敢说我会打篮球呢？风水轮流转，终于轮到我捡到枪，你也没卡了吧？但是我是真服了你这个搅屎棍，你这边过来劝架，让人家躲进大仓里面了，还以为我是大山，想冲过来忙我，好耿直哟，直接走过来接一波子弹。养虎为患，说的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落地的时候没个打掉他机槽，直接拿喷子要来抓我，还好比较会磨血，还没到我脸上就死了。哎，咱也拿上大喷子耍一耍嘛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进大仓架着了，因为待会儿会很多老猎从地道摸过来搞事情，你们懂吧？如果实在等不到人，咱面前可是有两个空投的，直接就过来架着就好，肯定要人。有脏东西玩不了，我是真服你这个灰大狼，你怎么比我还能溜啊？嘎嘎嘎嘎嘎，老六遭报应了吧？我刚刚下来找辆车，他就已经嘎了。我也是随便先找了一个去搜一下吧。我刚刚满配大喷子，一枪没开就被人送走了。我这把就是要玩，鬼知道这个野区能这么肥，搜完装备都够用，不想走了。正狗疯的打开消息栏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哪个死变态呀？怎么还突然来脚步？这么远的地方，我以为是鸡哥呢，没想到是个畏畏缩缩准备偷车的小吉利。你咋寻思还敢偷我车？你若折我翅膀，我必定回你整个天堂。哎呦，人家还没有被叫过宝宝呢。为了故事能继续发展下去，我也是回复。哎呦我的老天爷，不是这种每天活在反串的日子里，我真的是搜钩了。为了得到我的回复，你居然还搞这些。又是一位人才大聪明，我就说嘛，这车灯怎么还亮着呢，里面坐了个人。哎呀，这顶尖运营让你玩明白了。谁在搁那鸡叫呢？我想来山头这边占个房区，发现都有人了。这假车库跟停了好几辆车，打的都不行了。好在还是给我留了条生路，这个房区没人。这边你们注意听，有车要来攻点了，所以我就拿出我大喷子威胁。结果这小子那真是那个呀，逃跑跑到假车库还没下车就，哦，怎么又是你啊，灰大狼？哈哈，间接报仇了。这就是大喷子在单排里面的统治地位吗？随便开两枪，直接就掉头了。然后再一次故技重施，他又莽到前面房区，结果又让人家暂停的给嘎了。完了完了，全完了。我不在圈了，还有。一个傻子，不是帅帅哥，一直修我车，我真服了。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。铁子，你切记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假车库那小子是多吓人头，直接跑出来准备搞事情，他搞不搞怂了吧？我都想好一会儿跟他们拉扯剧本怎么写了。可是这个赛季大家上分欲望好强啊！别打了呗，败者兄弟，别打了，必要打没必要打，狗份了。这个单排有个全卖以后太省事了，我被迫停到外围还能收收人头是真的爽。而且我这才刚刚听出来，原来我楼里已经有两个脚步了，连上我一共三个人在这个房间。越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考验信任的时候。别打别打别打，我靠，完了兄弟们，有人不讲武德呀。看这个人数我就死活算不对，怎么有四个人呢？我就拉过来排了下点，结果也啥也没找着。等隔壁一响枪我就确定了，现在我的二楼有个亲兄弟，还有一个在对面假车库。什么叫做硬切？我直接跟他讲，你不用管我，我生死要命，富贵在天。真的就有这么丝滑吗？就是一喷带走。完了完了，反目成仇了。论近战的妖射互喷，我可能确实不如你啊，但是很可惜，我玩的就是我的特长。死主播太有实力啦。九折。